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郭。我今天呢就来到了博达外滩呢度。佢都而系而家目前成个市区呢少有嘅系朝南单位望江嘅。佢同时呢系属于旗江河边啦。再加上点解专门来到呢度呢，大家可以睇到我身后嘅。因为成个博达外滩呢，佢接下来呢系会有一个百年的一个豉油厂的一个文化，一个 IP， 我哋叫打卡点嘅，会出现喺度，系啦。咁加上佢呢个开发商当时攞呢块地嘅时候咧，都系睇啱咗有带住呢啲有文化历史嘅一个地理位置啦，咁所以喺度就开发咗个楼盘，咁就叫做博达外滩嘅，系啦。咁而家咧，我就同大家咧一齐去到楼盘入面咧。咁我哋就一齊去了解一下成個樓盤。咁而家我哋睇到嘅呢就係個接下來喺樓盤挨埋一齊嘅，會有一個叫做1956嘅醬油廠，係啦，即係我哋講嘅豉油廠啦，我去擺到。咁其實呢，中山呢係唯一嘅一個以人名成立嘅一個設名啦，我哋叫做設名嘅一個城市。咁你可以見到啦，咁其實石岐磚廠1908年嘅時候，咁當時其實可以喺我叫做可以喺石岐嘅水泥廠度翻工咧，就屬於國企噶啦。咁佢而家呢個公園咧就整咗大概30%，之後來咧會好快都會陸續咁招商。咁另外呢度可以見到啦，醉香園。咁大家知道而家到目前醉香園都係屬於中山市嘅一個特產，係啦。咁另外呢就係呢塊地塊嘅當年嘅就係石岐嘅醬料廠啦，都係就喺呢個地塊呢個位置啊。所以其實住喺博達外灘呢度呢，就唔單單話可以望到成個旗江河邊啦，一河兩岸。咁佢仲係目前所有樓盤入面呢望到旗江河最多嘅，因為點解佢係三江嘅一個匯合，會喺呢個位置係啦。咁就呢個樓盤，咁佢就朝南就睇旗江河嘅，係啦。好，我哋睇之後，佢成個園區呢邊咧就會陸續咁樣去建設去做，包括會好多招商，會有美食啊，同埋好多玩嘅嘢會喺度。1956豉油廠咁2016年就開始幫我定咗喺度為文創區啦，係啦，可以見到。整個歷史喺呢度，整個豉油廠。咁當年咧都係中山咧第一批由公司合營嘅，係啦，喺度。咁我哋就隨意鏡頭，我哋一齊行入去樓盤去了解。咁呢個位置咧就係樓盤嘅一個大門口啦，接下來啊。咁而家全部都係現樓發售㗎啦，所以大家唔需要擔心任何嘢。咁因為成個樓盤呢，佢係包括會挨住呢個1956嘅一個豉油廠嘅。咁可以見到而家佢就全部都係現樓發售㗎啦，博達外灘。可以見到，因為佢發展商無論係從成個設計呀，包括佢嘅樓盤 A 邊呀，我見到其實佢個環境係靚嘅，包括開發商係用心去做好呢啲文化嘅一個創意，即係用心做好品質啦。咁而家最受嘅咧就只有155方嘅一個旗江河邊嘅一啲景觀，係啦，呢個係佢嘅嗰個平面圖，而家就4、5、6、7、8棟，咁就最受嘅，可以見到。咁佢就一河兩岸，直接望到成個旗江河，包括咧佢係而家。我哋第一陣就去現場，去嗰邊可以睇到，我見到。咁成個項目咧，其實只有500多户人嘅啫，係啦。呢個就155方嘅平面圖。咁第一陣我哋去實景入面去睇，相圖間。咁其實博達外灘咧，佢咧就地理位置好靚嘅。咁因為佢係屬於西區啦，所以咧佢就有幾大嘅一個發展潛力，旗江新城。
中山的華潤萬象城和華僑的歡樂城，都距離項目在2到5公里之間的一個範圍。所以之後西區邊會形成的一個咧，就一個文旅的一個重點發展會在度，同時屬於市中心。啊，咁而家我直接可以睇示範單位。啊，咁而家我哋就行到去樓盤，因為而家全部現樓發售，所以我哋可以直接睇到佢成個園林啊，嗰啲全部都係做好曬嘅。啊，呢個就大門口。在这个位置入到来，咁呢个就佢嘅一个园林，呢边就1、2、3栋，嗱呢边就高层嚟嘅，啊，咁前面嘅4、5、6、7、8栋咧就全部都系一线光景，一梯一户，系啦，咁佢一栋楼来咧就只有2户人啫，咁就分为2部电梯，咁喺入面咧就成个就佢嘅。小區園林，因為個現樓而家已經有部分入住業主都已經係入住咗嘅，好稀缺嘅一種有光景大產品喺成個中山嚟講，包括佢成個綠化咧，佢唔係話用嗰啲小樹苗，大家可以見到，佢全部都係用翻嗰啲比較成。我哋叫做已經生到好靚嘅嗰啲樹，直接移植入嚟成個小區樓盤花園入面。咁而家我哋去到咧就係6栋嘅示範單位，到時小區就喺度啲卡入嚟嘅。呢、这個就入户大堂，有2梯2户。啊，咁咧佢就雙開門嘅，係啦。咁佢左右都可以開門啦。咁佢每一邊咧就係、是、每一户嚟嘅，係啦。它是1梯2户還是2梯2户？2梯2户。哦，对，然后这边有一部电梯，好，现在这个就155方是吧？咁有一个就155方嘅，系啦，可以见到啦，咁佢成个厅咧就去到4.5米嘅一个开间，吓，可以见到 sofa 其实佢已经摆有3.6米嘅一个宽度嘅 sofa， 所以佢成个空间咧比较宽嘅，成个客厅，啊，咁我哋而家睇下。呢個佢嘅飯廳，咁其實你都可以理解成2部電梯嚟，你擠你一户啫，啊，咁睇翻佢嘅一個廚房，啊，呢邊就佢嘅，咁佢廚房邊咧就有個。入户花園嘅，咁入花園就朝北噶啦，咁就望到成個小區。咁我哋而家就跟住鏡頭去睇下佢最有特色嘅一個超闊嘅，接近2.5米嘅一個陽台。我見到係咪好大啊？咁樣我哋睇到呢一個咧，就係由陽台望出去嘅成個博塔外間嘅外景。咁樓下咧就係我哋自己嘅一個商業街，係啦。咁呢度咧就成個就綺江河，啊，可以見到嗰邊有個。摩天輪啦，咁即係興中廣場嘅，係啦，呢度就係興中廣場，同埋老嘅以前國際酒店，啊，所以成個綺江河景都可以集中喺度望到。佢陽台係咪特別靚？景觀啊，佢都係而家目前成個中山市區最受嘅，可以望到最闊嘅一個綺江河景就喺度。咁
咁而家我哋去睇下佢嘅房。咁佢咧155方咧，其中有兩間咧就係套間嚟嘅，係啦。咁我哋首先睇下呢個次卧。咁佢呢個次卧咧，佢就連住一個陽台嘅，即係我哋叫做可以攞嚟辦公，或者到時攞嚟你可以講成10蚊仔房嘅，係啦。因為佢咧一樣係可以望到旗江河。咁其實坐喺河邊呢度做嘢，就可以望曬，即係到時可以坐喺呢個位置。又坐喺度辦公，係啦，咁就可以望到成個河景。咁而家我哋睇過咧就155方嘅，係咁另外一間咧就佢嘅主人房，咁由主人房入到喺 A 邊咧，就有個衣帽間嘅一個空間。然後佢嘅洗手間，咁呢個主人房，咁一樣係望朝南，望河景，都可以望到摩天輪嘅呢個位置。係咪好舒服啊？咁 A 邊咧就仲有兩間房嘅。咁呢個位置就公用洗手間啦。啊 ，A 間房咧都係一個套間嚟嘅，咁呢度有個一入門口呢個位置有個細嘅一個衣帽間呢個位置喺度。咁個 A 一間嘅套間咧就冇主人房嗰邊套咁大，咁個 A 一間咧就係望園林嘅，係啦，望園林。呢度有個細嘅一個飄窗。今日我哋去睇翻第三間房。咁第三間房咧，呢間咧就唔係一間套間嚟嘅，咁佢都係望小區園林，咁佢一共咧就3房2廳2衛，外加一間咧可以望到江景嘅一個，我叫麻雀室又得，我哋工作室又得，小朋友到時喺度寫作又得，甚至你將呢一間改成一間老人房都得，因為即係老人家瞓醒佢又可以望到成個江景，咁佢同時就係連住一個超闊嘅一個陽台嘅，呢個就係155方。咁佢從呢度可以望到華僑城啊、歡樂海岸啊、旗江總部。每年嘅元宵大煙花都喺旗江河上。